家里办喜事，不但新人们要光鲜亮丽，婆婆妈妈们的造型也越来越受重视。在芦洲呢，就有一家专为妈妈服务的服饰店，提供高级礼服的租借以及销售。最棒的是呢，还可以现场搭配包包、披肩和首饰，专业的整体造型，让妈妈也能成为婚礼会场上亮丽的焦点。来，我请掌声。哦，掌声。美丽优雅的长礼服搭配同色系的手拿包和闪亮亮的项链首饰，衬托出高贵的气质。这样的整体服装造型搭配，四天的租金大约5000元。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租金价格从5000到9000不等的晚礼服，让这些贵妇妈妈们是越穿越满意。在这里以前我们要住的话，要到台北市去。那在这边呢，我觉得地缘的方面就是蛮方便的。那这边呢，它的价格我觉得又蛮适合的，然后款式啊，整个感觉搭起来，还蛮不错的。衣服便宜又有质感，老板娘亲切又实在，所以芦洲的乡亲啊，来这间永清就没错啦，不用跑到台北，因为台北我常常去看哦，同样的衣服，同样的材质，价格都比这边贵，真的。这个是真的哦，你看穿起来多典雅又大方，不然也不错。位在芦洲中原公园对面这家新开的妈妈礼服店，让芦洲在地的妈妈们不必舍近求远。而业者当初会有创业的想法，也是出自于自己的亲身经历。我们会在芦洲开这家礼服店，是因为去年底我儿子结婚啊，想要找一件漂亮又适合的衣服，才发现芦洲三重怎么没有这种妈妈礼服店，好少哦，所以又特地跑到台北去找这种衣服。我又想说，芦洲三重的妈妈应该跟我有一样的困扰，我想说，开一家这种店应该还不错，可以帮助芦洲三重这些妈妈很方便的可以找到他们适合喜欢的衣服。因应妈妈们的需求，店内的服饰都是来自于欧美进口以及台湾设计师的作品，并且搭配包包、披肩和首饰，让每位妈妈都可以变身宴会场上耀眼的明星。我们的衣服大部分都是欧美进口的，然后还有一些台湾设计师的衣服，然后除了衣服以外，我们还有搭配整套的项链、耳环、围巾、包包，让妈妈可以漂漂亮亮的出门。除了长礼服，店内也有短洋装以及改良式旗袍的贩售。目前因应母亲节活动，还推出了折扣优惠，陪伴妈妈们漂漂亮亮欢度佳节。记者蔡正贤、李满慧，芦洲采访报道。